大家好，我是我是叫我黄山珍。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我最近得到一个卡片，我真的是我自己本身也傻眼。等一下，这一张猎人，然后因为我其实不知道他怎么配，所以允许我补正一下。这是我最近得到的，然后那还有一只是在下面。那这两只呢，是我们之前没有打过的，余力再补充上来玩哦。靠，这样我要怎么分辨呢、啊？你不行啊，你这样就害我乱掉啦、啊，烦死了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现在完全不知道在说什么。可当时有四而已啊，四，那你至少换掉弓，我觉得换掉。换掉骑兵，因为我没有枪骑。可是我不知道他的那个，进去当上来，进去当上来，他应该可以取代那个吧？感觉可以取代骷髅，可骷髅是打那个的高手诶、欸。有一张要歹决定哦，不要紧啦，不要紧啦，咱就只算一张啦，差死。他为什么会选择那么不好的行为啊？我对这他无法理解啊！先给直接一个5+3啊，是5+9啊。看起来没有防守意思哦，直接再掏一个枪兵，再一个加速。哦，所以哦，nice。哦啊，其实我们说他 GoPlay 说它是策略的游戏啊，其实它是智商游戏。一个东西配不好，你就整套 GG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威力好不好，各位？哦，掉掉掉，又掉到。又看起来是要跟我换咯。你祖母哦，就跟你换。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所以来弄的就对了。其实有弄到就赚啊啦吼，有弄到一半的，就是算赚。这游戏也是全球破亿的手游哦。这边呢，可以再一个5+5啊，用给你们看。好，这边跟他拼哦，他竟然要跟我们这样换，我们也跟他换哦。哦，一个开一个加速吼，恁总嘛通哩拼啊！来啊，你换一塔，我换二塔啦！啊是啊，不要骗了，没关系没关系，双倍圣水啊！其实这样的护着防守安得赢啊吼。而且一加的威力就管了。黑暗中牵牵手是你的轮廓，却碰不到你的灵魂。啥都不清。而且我跟他练，实在叫你给退耶，很肥呀。金宝箱。西游，我平常都有在。踢人哦，所以工会经营的算是很好。自从被倒了以后呢，我的工会呢就是再也不给副会长了哈。不过我经营的非常的好，你们自己看，我都有在做一个踢人。那我踢人的制度呢，就是捐卡，你没捐卡就是踢，就这样。好，那到这边呢。